心哦，我没有办法走过去，我真的没有办法。我朋友说他来这边十几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然后我才来四个月，就发生了两次。我预习完今天要教的东西，就觉得哦，差不多可以睡觉了。我大概前一两周都只有就是去上课，然后回来稍微复习，就没有预习。然后我就发现单字量越来越多的时候，真的还是要预习比较好。就是你自己在上课前看一下，然后上课的时候看，然后复习的时候就会加深印象，会比较有帮助。但我现在真的很想睡觉。我现在呢要来磨脚皮，我好像因为前几天去澄崎温泉的时候，然后我就穿那个像木屐然后浴衣会走在他的那个温泉街上去泡汤，走了很久之后就发现木屐好像越来越上手，因为一开始真的蛮难走的，可是回家之后就发现走路方式不对吗还是什么的，就是我的大拇指的内侧就变得粗粗的，我的皮可能太摩擦吧。准备出门了，这个是我今天的 OOTD。 我已经连续戴隐形眼镜好多天，然后工作的时候会戴有点太潮湿，所以我就打算让眼镜放松一下。背心的话呢是 Minimalist 的温泉这件，因为它就是不对称的。然后牛仔裤也是我们之前的商品。然后这个项链呢是 Vacanza 跟幻蜜的联名，我很喜欢，就它有一点点微微的粗犷，可是又没有太过，所以我觉得女生平常这样子配得素素的，这样戴起来也很好看。这个的话呢是之前跟 Call by Call 的联名，然后这个是那个现代百货被骗的那个戒指。嘴巴的颜色是，完蛋，看到啊，看到了12号 Roman 的这个唇釉。这老师一直在给我考验，天哪，好饿啊，好
行了，我没有办法走过去，我真的没有办法。我要用徒步的走到学校，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走过去，我完全没有办法，我的脚就是动弹不得。好，我放弃了，因为有点真的太热，所以我想要叫计程车。如果花钱可以缓解可怕的话，那我要花钱。没有，真的太害怕，真的太害怕了。煮完了，哎，煮菜的时候真的好热，来拍一下，我好久好久没有煮饭。我们明天要文法大考，就是一个段落的考试，然后我们之前都会有习作，然后是纸张的，所以我就会把纸张的答案盖住，然后我再重新写一次，然后就一直练习那个习题。但像我们这学期开始，只有在写句子的时候，就真的在写的时候才会有那个纸，其他时候如果是选择题就变成是线上的，所以我现在就是要重复在我们的那种有点像是电子学习系统里面去反复练习习题，就是会有这一些题目，有单字的，然后也有文法的。今天呢就是非常的仓促，我连我开会都没有拍到。我今天早上就是按照惯例有两个会议，然后我现在就是要出门，今天还要考试，我整个人很焦虑，因为这是我新的学期第一次考试，然后我觉得文法真的有变难，然后也不确定考试的形态会不会改变，所以我整个人就是非常的紧张。然后下课之后呢，我会去剪头发，因为我现在头发真的是太长太长，你看已经到这了，这个好像是我这两年以来最长的一次，所以要去剪了。好，然后讲一下我今天穿的什么好，其实很基本。这个衬衫呢，它是一个男装的衬衫，是我在 Kindle 二手店买到的。然后这个是 Uniqlo 的 bra top， 再来的话 ，Etude 的项链。然后这个耳环呢，我很喜欢戴，是崔小姐这次来日本，然后把它拔下来给我的。然后这个话东大门，那就算再赶呢，我还是要喷一下香水，这是无花果的，这香水真的超赞的。过几天再来跟大家好好介绍。好。等一下出门了，不确定在路上可以拍到什么，因为上课的时候不太能拍，尤其因为我坐在第一排，
所以我每次要把我的那个相机还是手机拿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后面的人可能会发现不我在干嘛。东京的天空蓝应该要有一个标准色号，就是这个蓝真的好漂亮，超级美。为什么要叹气呢？我跟你讲，又发生什么荒谬的事？我上一次就有发生过，别人把东西放在智能柜当中，智能柜的密码没有给我，所以我打不开。然后有一些人就觉得，哎，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自己的信箱号码？信箱号码都会一开始租房子的时候知道啊。对，我虽然很长很蠢，但我也没有蠢到这样。就是我们大楼有分两种，一种是就是一般的那种信箱。我那个我会知道密码。那我们大楼还有另外一个是像智能柜，就像是比方说车站，你要寄放你的那个行李啊，或者要寄放你的包包的时候，你是不是关起来，然后最后他就会给你一个可能乱码是密码之类的。那那个智能柜呢，就像那样子的道理。那会知道密码或者是会建立这个密码的人，就是配送给我的大哥，比方说黑猫的大哥，或者是新竹物流的大哥，他放进智能柜之后，他会输入密码，他又没有个密码，所以我就是看到我的智能柜荧幕上面，哎。有我的东西耶，那我就去我的信箱收密码，因为通常他会把那密码纸塞在我的信箱里面。结果这次一样没有密码。我朋友说他来这边十几年，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然后我才来四个月，就发生了两次。我现在要打给 Amazon 的人，那我时间有限，因为我等一下要去剪头发。そうそうそう。でも、私の荷物がもらいましたから。はい、わかりました。すみません。啊，太好了，我等一下去试试看。他马上就给我，怎么可以速度那么快？效率超高。我至今都不知道我上一个那个东西拿不出来到底是什么，真的。都不知道，很多人关心我，问我说那个包裹还好吗？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包裹好不好，因为他就一直放在那智能柜那边嘛。大楼管理的人就一直说什么他们不知道密码，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啊，那难道那个东西就会永久在那吗？因为你知道不太合逻辑。结果有一天就是大概放了两个礼拜，他就突然消失了，那代表真的有人把那柜子打开，把东西拿走。那那个人是谁？我估计是就是管理大楼的人，因为不可能是什么黑猫或者是就是物流大哥再来嘛，因为他们那边的状态一定是显示说这个东西已经到了，那有没有取货他们就已经不在乎，因为已经放。所以我觉得你们明明就知道密码，对吧？以逻辑来想，全世界最有可能知道密码应该就是管理这个大楼的人。那现在呢，我就是要来取我的 Amazon， 看有没有办法取成功。好，我们来影像解释一下。这边的密码我知道，就是我平常收信啊，或者是大家会放不再联络票的地方。这呢就是智能柜。好，你看哦，这边就有显示我的房号嘛，901。然后这样子打不开就是打不开，因为它需要我的就是房号。好，901是我的房号。然后密码，所以他不跟我讲的话，我就不会知道啊。那我们现在来是 Amazon 的人跟我讲的，真的可以耶。在哪？一，还在这。哇，真的有哎！ Amazon 的人真的好棒，救了我一命。Listen up, I gotta tell you, there is 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蛮喜欢这次剪的发型，很喜欢欸，我很喜欢就是比较利落的线条，因为有一些如果同样是这种短的包脖头，它会比较温柔的感觉，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我喜欢那种有点直然后有点硬的那种线条。
刚有网友跟我讲说，他们在那个我今天剪的发型师 IG 上面看到我，然后吓一跳这样，所以我也因为这样子才知道说，哦，原来我的发型师的账号是这个，然后我被拍起来是什么样子，还好不丑，还好不丑。今天我剪完头发之后，我在星巴克等我朋友下班，然后我就在那边写作文，就是我们下礼拜有一个小演讲，就每个人都要上去演讲这样，而且我还先写完之后截图问我朋友文法对不对啊什么的。我真的觉得会日文的人好厉害哦，日文的文法真的好难，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好多好多文法，真的好多文法，他们真的好会定规则。但我就听很多日本朋友会说，就反而对他们来讲，因为没有规则的中文对他们来讲困难。中文不能说没有规则，可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母语人士，我也不确定。但好像听所有人都讲说，就是偏没规则，所以好像怎么讲都对，但好像是怎么讲是不是也都不太对，不知道。有不是母语是中文的人有在看我的影片吗？可以回馈一下你们的意见。Something about you isn't right. I swear you can make me lose my mind. Lying here awake at night. If this is love, then I don't want it. Why you gotta be so complicated? Sick and tired of contemplating. I don't wanna be here waiting. If this is love, then I don't want it.大家早安，今天呢，这是我做的另外一种最近发现的蛋饼，就是我的那个高丽菜丝，每次买很多的时候，到最后我就会觉得啊，怎么办，好像快过期了。我就突然想到，欸，我去吃那种葱抓饼的时候，他们也会放高丽菜在里面，所以我后来只要要消化高丽菜丝的时候，我就会很常放在我的蛋饼里面。嗯，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加那个嘛，那什么北港花生酱，所以等我吃起来，台味很重，很棒。跟我一起化妆，等一下我要跟 Julia 出去，我们要去一个蛮特别的一个美术馆。最近一直在用那个宝拉的防晒，就它的润色，然后它整个延展度真的让人好惊艳。但它的那个润色效果、提亮效果，不像以往我用到的那种隔离乳，就是真的会很均匀肤色，然后很提亮。我觉得它反而就是让你的肤色有一个很漂亮的气色。但我觉得它是我少数用到的那种隔离，不会很挑肤色，它等于就是融入你的肌肤之后，给它一个光泽感。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趣事，我去年的时候去韩国拍摄 Nike， 那时候还需要申请签证，然后我的签证照片就长这样，就是我把那个刘海把它移到脸旁边，变这样，然后我的朋友都说你那张好像金正恩。I'm learning my own skin in reading what you wrote.很感谢香素旅程赞助本集影片。我夏天本来就比较喜欢喷清新调，然后有一点点带酸的味道，它这个就是很刚好，它就是柠檬茉莉是主调，它闻起来非常适合40度的夏天，就是很炎热的时候你喷它，你不会觉得很腻，你反而会觉得很清爽。然后它的柠檬的味道不是特别的酸，有一点点像是大家吃柠檬蛋糕或是柠檬塔，如果有一些人会撒一点点柠檬皮在最后上面当做那个点缀，它就有一点点像那个柠檬皮的味道。然后里面的这个茉莉啊，它是手工采摘的，就是生产履历非常强。那它里面还有几个成分是我每次在挑香水我很喜欢的原料，佛手柑，然后葡萄柚以及棉花。棉花味道我觉得想起来应该会有点点抽象，但是我觉得棉花它是一个很中性，然后很舒服跟带有慵懒感的那一种味道。最后有两个味道，一个是苔藓，一个是广藿香，本来的味道可能比较酸，然后遇到了棉花之后，棉花会变得比较中性，然后综合那个酸，最后有广藿香跟苔藓的时候，会让整个味道的沉稳感再出来一些。
所以不会酸就是一直都没有层次，而是它就是循序渐进，从酸然后到很舒服宜人，然后到最后是有一种很定型的感觉。那我每次喷香树旅程的香水出去的话，持香度大概是5个小时左右，即便流汗它还是可以持香5个小时。我们都觉得蛮好吃的，对，很可爱的旅店，还可以避暑，中午就可以喝啤酒，很开心。我们在日式庭园。Julia 找到的，超级漂亮，真的很漂亮。闹中取静。好，你可以介绍一下。哦，这里是那个东京都庭园美术馆。现在有芬兰的玻璃展。对，很好看。你好会找，真的很厉害。真的吗？你喜欢？我很喜欢。大家可以来小众的推荐。回到家了，我刚洗好澡。因为我们中午吃的蛮饱的，然后又有喝简单的东西，所以其实晚餐就不太饿。但是我又很担心，我等一下可能11点的时候又想要吃宵夜，所以为了防堵这件事情，我等一下想要准备简单的晚餐。好，玉米呢就是长这样，还会有它的衣服跟玉米须。我等一下就是要先水煮它，然后煮大概10分钟，让玉米整个熟了之后再抹奶油撒盐，然后就可以去烤，其实蛮快的。如果你的锅子跟我一样就是这种比较小的，煮玉米总共就是大概10分钟到12分钟，你就可以5-6分钟是头朝下，然后过了5-6分钟之后你再把它翻面，这样子就会整只都煮到。我一直在想会不会吃太少，虽然现在已经9点多了，好像吃个山药吃个玉米就差不多，但就觉得是不是需要有个蛋白质。我家里目前还有豆腐跟肉，可是因为我明天要拍片工作，我也在想说那个粮食分配一下是不是这样。哎，对，我看到果蝇，是果蝇哦，是果蝇。哎，大家有看到吗？这里黑黑的。 KO， 我打到吗？我打到。哎，刚刚的山药好，我就先吃山药。然后等玉米烤好再吃玉米，然后我家里面呢还有冷冻饭团，到底多怕自己饿，所以我等一下如果玉米吃完还是觉得好像还不满足的话，我就可以烤一下冷冻饭团。我前几次煎的都觉得有点太过熟，因为我喜欢还是有脆脆的那种感觉。糖太多了。吃玉米，希望我这次烤的也很成功。怎么办？只能开胃。好甜哦，那个玉米，超好吃的。开动。好烫！我现在在看《继承之战》，配着饭团，或许等一下又要再吃起来，先不确定。我上好了底妆，然后现在要来画其他部分。
等一下要来拍片，我要来拍就是上半年我在日本买到觉得很好用的可能保养啊、彩妆啊、香氛类型的东西，推荐大家如果来日本旅游的话可以参考看看。我今天上的底妆是我在试用 RMK 新的粉底液，我觉得很漂亮耶，我还在就是感受它跟我也很喜欢的另外一款也是 RMK 的，它叫什么我突然忘记，我刚有想到我突然忘记它叫完美，我有点忘，反正我自己非常非常爱用的那一款，我还在感受他们两个之间的差异。我要上传一些档案，然后等一下顺利的话，时间够的话，我要跟我朋友约在涩谷，然后我们晚上要去吃海底捞。我朋友竟然没有吃过海底捞，哎，不觉得很惊人吗？没想到他吃海底捞会是在日本第一次吃，我真的太渴望吃辣了，所以我现在想到口水在分泌。好，今天我要来喷无花果的味道。无花果是我少数，应该算是数一数二会喷的比较果香感的味道，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无花果的味道就是非常迷人，它好吃又好闻。然后香树旅程的无花果也是他们家畅销第一名的明星商品，我觉得它的味道是一开始闻你会觉得无花果的甜，可是后来因为它有柑橘皮，然后有黑醋栗，还有无花果叶，所以它还是会有那个无花果的一点点的甜的香，可是是甜而不腻，然后再混合青草感的味道，就是融合在一起真的很不挑性别，然后真的很耐闻，我超级超级推荐，可以把这个无花果叠我昨天擦的这个青柠茉莉，他们两个加在一起的味道真的超级融合，就是无花果的甜，然后再加上那个比较有叶子感的清新味，然后再加上青柠茉莉融合在一起的那个味道真的很棒。然后香树旅程的香水就是这样子的特色，它是那种很线性香，它没有分什么前中后味，而是你一开始闻到的时候是什么味道，你一整天闻到那个味道都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在你闻香水的当下，如果你喜欢那个味道就可以马上入手，因为它比较不会需要花很多时间再来去感受它的可能后味会不会是你不喜欢的。那这有两个味道是我特别推荐的，一个是青柠茉莉，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无花果。如果对这两个味道有兴趣的话，可以先去 Hertz 的电商就是试试看，然后甚至喷喷看。它全台有三家据点，一家是在南西成品，然后台中成品，然后还有高雄汉神巨蛋都有，就是无论是要送自己啊或者要送礼物的话，我觉得香水真的还蛮适合的，或者是你还不确定要不要买，你也可以先去对外他们的那个体验组，就体验组试试看之后你真的很喜欢再购入也 OK。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去 Hertz 的店上逛逛。我今天要来穿这双新的凉鞋，希望不会痛。我自己的脚是真的像中华豆腐，很容易会被刮伤然后磨破什么，就是买鞋真的很烦，然后每一次只要穿新鞋之前我就会非常挫累单，所以我等一下就会先去买 OK 绷，就是以防万一它会让我脚不舒服。It's not that I don't care. Need to shut down to keep you out of my mind. Strange to be here alone. 我马上换成刚刚买的拖鞋，所以有两个讯息，一个是我又买鞋，第二个讯息是那双鞋确实会痛。想喝珍珠奶茶，但没办法。回到家了，我现在要来解决一个今天的问题，就是果然的拖鞋会磨脚。我这一个夏天我买了四双凉鞋，那么多吗？等我想一下，一二三四，对，我买四双凉鞋，不包含我今天新买的，所以我这个夏天买了五双凉鞋。然后最好穿的呢是一个耐凉的鞋子品牌，叫做 HAP， 是我在京都的时候发现不磨脚，超好穿，超耐走。然后还有一个是西班牙品牌，那时候我特价的时候买的，好像是它打到忘记是五折吗，那个也不会磨脚，
其他的几乎都会痛，三双都会痛。我的心情，就是我的心情，马上就灯就暗。我今天那个我真的觉得好心痛哦，我才穿一下下哦，而且没走什么路就痛。然后我就上网查有没有什么方法，然后我就看到有人说可以用凡士林，然后吹吹风机什么的。好，这是我今天的这个鞋，我就先铺在这边，等一下再擦一下地板。然后我买的凡士林，我磨的地方呢，主要是这边，就这边，这很硬。胡椒盐的葱抓饼，这个看起来很好吃，因为我很喜欢胡椒盐。然后它上面写传承台湾风味。它超油的，它来吸油。且忽略家后面很乱，我最讨厌的家事就是折衣服、晒衣服。我等一下吃饱就会晒干净。好，不确定好不好吃。我刚看到它煎起来好油，我就好担心哦。还不错哎，但胡椒盐味道有点害羞，就是感觉介于在可以单吃，然后你也可以可能再加一点点那个杯盖花生辣椒酱或者是那种酱油膏。我今天就先这样好了，想说昨天吃海底捞了，今天早上吃清淡一点。为什么我觉得我好像脸变圆了？等一下去量一下体重，虽然我吃很多，但我大概每两天就会去量一次体重，就是来确定自己就是体重没有突然很走重。然后我又没有要折衣服了，你知道人总是会有不喜欢的事情，就是想逃避，就是还 OK 这样。但我现在有更重要的事情，就是我要先预习我今天上课的内容。还好我们学校有那种线上的那种教程系统，所以上到哪一课你都可以自己去点，你可以提前预习或者回家复习。所以我现在要来看一下那个教学影片。嗨，ここに立ち入り禁止と書いてあります。谢谢老板吗？去上课了。没想到我会养成喝咖啡的习惯，真是意想不到。我加了好多超级多的哦，对，给大家看我的那个手机壳，是飞天小迷兔，看得到吗？很可爱吧？哦，超级多，而且我这边还有拆完的乐色，我还拿去丢。We all strive to be more. We all long for vivre la vida. 有哦，有哦。Around the corner, I'll meet you. A bit lighter.
丑，但是算了。我喜欢吃很软的高丽菜。我们好像太远了，我们拉近一点，拉近一点。你发现吗？衣服把它折起来了。我就趁刚刚在滚东西的时候，然后开会，然后边折衣服。赞！好，我来吃吃看这个莲藕。啊！吃西瓜，哦，它开花了，好，坚持这个。就买了一个像这样子有一点点灰粉色，然后我想说，哎，刚好可以配我 Addiction 的腮红，所以我今天就是这样子，是一整组。那 EM10 确实是我很少这种有点冷色系的玫瑰色，它看起来就是很沉稳，然后也会有那种很利落的感觉，不太会像是你传统觉得玫瑰色系会有的那种很知性很柔美的那种气质。